近日，有网友扒出知名演员谢霆锋用熨斗烫头的搞笑视频，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。视频中，谢霆锋手里拿着一个熨斗，将头侧放在桌子上，拿熨斗烫起了头发。虽然姿势非常怪异，但谢霆锋似乎乐在其中。不一会儿，头发就变成了扁平的一板，看上去十分搞笑。烫完头的谢霆锋似乎对自己的新发型很是满意，这个发型像极了之前流行的机关头造型，竖起来的头发看上去增高效果也是不错。其实谢霆锋一直很搞笑，有一回父亲谢贤和干妈汪明荃罕见做客节目封位，谢贤聊到谢霆锋出生时，他喜气洋洋地赶到医院，但他一眼瞅见刚生出来的儿子瞬间嫌弃上了，对儿子的第一句话是那么丑。正在厨房忙不开脚的谢霆锋听到老爸自曝旧时趣事，忍不住直接回击道，因为像你啊。还有一次，谢霆锋现身菜园，天上突然下起大雨，他便拿出雨伞为青菜打伞。不得不说，画面真的是太搞笑了。这么搞笑有梗的谢霆锋怎么不受观众喜爱呢？如今他无论是在演艺圈还是大众粉丝拥有好人缘的原因，不外乎是性格随和搞笑。